的店。谢谢。我想想，我想想，就几秒钟想想。这样透过我，你想要听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你可以讲，欢迎人来你的这边。好，介绍你店在哪里？我们店叫大春，就是那个阿公留下的人名字。我们店已经成了第三代，我是第三代小老板。第三代，一罐我无虾米啦，啊，虾米也无虾。无虾米，泡菜，泡菜无虾泡。来，我们家都是卖的素食。都是。对，在观光地区能卖素食的臭豆腐很不简单。我们活到第三代，所以我们的口味非常厉害。一罐一包啊，对。加了一包豆腐70块哦。嘿。不会啦，诶，豆腐啦，重嫩的，诶，是啦。重嫩的，就是家己做诶。对啊。这边的，就是外口批的，就是用买现成的。啊，你这嘛是？我们也有配合厂商啊。就在地手工的豆腐。这个是，你看哦，这嘛新北市卫生局有帮我那个报保证。这个是在地的哈，这是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哦。看过对，40块，炸豆腐不要辣哦。好，可以帮我炸老一点。你要炸老一点是不是？好，你要炸酥一点，酥一点。台湾人会叫酥一点。酥一点。记着。好。啊，大哥豆腐要吗？啊，豆腐不要哈。这边豆腐，哦，没有没有。好来。打断了，不好意思。不会不会不会。